接电话啊。但你甲你某讲要甲我做伙去看长照养生村的土地，你嘛应该是甲我讲一下啊。系我。喂。喂。到时安怎？重点都还没讲到，就我挂电话，实在无印象啦。这个话，你看我手机啊？我无这习惯。要创啥？你什么时阵变作是偷杀的大爱？我无想要跟你恶多任何交叉，这种态度已经真明显了。你搁敢有往来？既然安尼，我无法度跟你继续合作。你莫安尼，你应该了解水清无鱼的道理啊。恶多有恶多的方便，有时阵我要做一挂垃圾步，我可以去做得好啊，我免家己动手。所以若是出代志，伊就是替死鬼。我会当把责任撒予伊，我就无代志啊。安尼一减二高，有啥物无好？你这种话讲予你某听，我感觉我的水底无鱼，嘛要透明清气。张家良，一世人脚无打叉一届，就已经有够济啊！你到底想要把家己变作啥物款的人啊？我要建立我家己的王国。我要让所有人都无得动摇我，我要让我爱的人在我的王国过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安尼我有啥物唔对？今日我为着你，我参像一个单纯的查甫囡仔，我用尽心思，我生一大年都是为着单独跟你做伙，安尼感觉无够。我只是用尽全力，想要保住我爱的人。迄个在我心内上亲上亲的迄个人，迄个交一个笑容，都会让把我的心融化的人，你知影无？
伊哪会当反背我？伟林，你哪会当对不起我？你哪会袂记得我的誓言？我为着要爱你，反背我厝内的人。我阁讲过，我要甲你做迄落地个。结果嘞，你是安尼戏弄我的。你讲过，你的命是我的。那你今晚就幸福吗？掉下来，掉下来！包婉玲，你奶奶，你走！我怎么，我怎么，哥哥我家，你没人性，掉下来！回来啊！我来一个人在这邻居打老娘，帮我一个人去应付所有。是搁安怎啦？你昨下餐厅让人拆上了吧？让所有人拢骂过一遍啊！最后差点嘛连公关经理这位置拢无啊！讲得落去，比起规家伙啊包包转去，嘛唔免搁拼。好家仔，明明提着什么监视器画面，讲内底有证据，结果档案传过来，拍开以后全部拢是黑画面，一定唔知影迄个时阵。监视器画面永远袂阁出来啦，指定是我的查某囝，伊了代志我哪可能放话啊？骂伊是为以后，查某囝有困难，我即做爸爸的，绝对绝对。阿唔过。你妈子听妈个样派，我叫是讲你为何把人家养我囝？你就是安尼，还有白相。我哪有白相？你对迄对相亲爱就是。心内，我想看到的都是子婷。子祥，阿哥你，一点。
你永远拢无所怀疑。所以，你即马是靠我一个啊？还是嘞？而且你继续落去，卖讲是公关部经理，连万代都做袂落啊。